很多事情都是安排好了啊，真的很棒。那爱房的音乐它非常特别，非常非常特别的。他从小学音乐嘛，但是他现在的创作是经纪人你来说啊，他是经纪人啊。好好好好好，请说。这部分真的他很特别。那因为我本身是音乐，学音乐也是在教音乐的。那他的音乐真的很有未来感，也就是说目前的音乐一定有一个架构，有一个节拍，有什么。可是他的音乐听起来只能讲两个字，叫做满足。这次在我在另外一个老师那边学习的时候，甚至刘律师也是，他耳朵一直能够去辨认音乐的频率跟那个感受，那他还可以去感受所谓的什么天界音乐，或是这种很满足的 feel。那之前他跟一个大师在合作的时候，那个大师都用所谓的机器的方式，完全无法制造出这样的音乐。那爱访是自己去弹、去演奏，直接把它录制下来的，是最纯粹而且真实的。那那个东西它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一种满足感。它没有拍子，它不会让你觉得要一二三四。可是他那个停顿是很人性的，那我觉得那种自然而然是最真实而且能打动大家的。对，所以这个音乐真的很特别。所以它是24小时都可以放的。你刚刚说的那个机器会 cycle， 我会请我们的同事送过来。啊，那你平常什么时候会在？没关系，我们用电话联络。是是是，你在的时候他就送过来。是是是，小事可以处理。我刚刚也是回公司拿书。哦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所以我们都是效率的。是是是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做得到，很感动。对，他刚刚不知道我已经去拿书回来了，我刚刚想说你来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来，那来了没有一个工具，他不知道我是什么，所以这样子他可以多增加了解。是，感谢。因为我也是今天早上，我本来是要请另外一个同学来，就他说他要去日本，结果他因为护照过期没有出去。那这件事情也是想跟你报告一下，我这个朋友是你的朋友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当时跟 Vicky 在那个那做的时候，他叫那我在录。